Cat on Air， 感动在大气中，我的最爱全理电台。To air together。哇，咁快就嚟到第六集啦！我哋系今日嘅主持，我系诗诗，我系心仔啊，我系阿 B， 喂，我系阿丹啊。话说喺你哋放咗成个礼拜成 break 之后咧，终于就到我成 break 啦。我琴日考 history， 跟住做咗半个钟，我就决定离开。其实考试咧头几个走嗰啲真系最有型啊，我觉得，因为全世界嘅目光都注视住你。系啊，个心喺度谂。哇，好神奇啊！咁早可以走到，犹如举手加之耀的一样。我都觉得我几型啊！我第二个就走啦，系咪头也不回离开？行 catwalk 咁正啊！我想问你话你半个钟走第二个，咁第一个嗰个系几点走嘅？佢早我几秒走，唔抵啊！呢个输几秒。爱出风头一定要做头嗰几个走离开市场。话说考完晒试，大家都成 break 啦。系啊。有冇谂过做啲乜嘢？好惨地。好多嘢做，其实可以自制成 break 咯。自制成 break， 我由 day one 开始已经自制成 break 噶啦，我已经又唔翻学啊，又瞓啊，疯狂瞓觉啊，已经。呢啲成 break 嘅态度，由九月开始已经拥有啦。系啊，咁我想讲咧，我呢一个人生第一个成 break 咧，系人哋制造俾我嘅。咁啊，由于点解咧？由于我嘅成 break 咧，应该咧就系前两日先放嘅。咁但系咧，嗰份 paper 咧就俾一个同组嘅组员。自己一个就做咗，仲要交埋添，咁咧就令到大家咧夫复何求啦，冇错。所以令到同组我哋咁开心，可以早两日放上 break。咁但系由于保障翻嗰位同学，佢系啦，佢私人啦，冇人知道，冇错啦。我哋系唔会公开佢系边位嘅，系冇错啦。我都想有个人咁样 carry 我啊！咁唔系个个都会有咁样，我都有一个 project 好 carry， 好好嘅，有咁容易得到嘅。求 carry， 求 carry， 揾我，我叫思思啊，记得要你 carry 我，要还嘅呢啲。我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去揾佢啊！诶，唔好讲咁多考试嘅嘢啦，大家都成 break， 应该有翻啲成 break 应有嘅心态。成 break， 咁啊，笑话成 break 应该有咩好去处啊？咩地方啊？咩景点啊？好好玩、啊，大把啦！有冇推介我呢啲？你小读读，即系会接你开就唔会点接触呢啲资讯？有咩推介啊？想知咁，我哋咪听下下个环节讲咩啦。洗洁精万洁灵，永世不走。Sam Brick 情 ，My pen is blue. Sam Brick is you. What should we do？你估 Sam Brick 我哋有冇时间去 picnic 啊？啦，我由九月讲到而家，嗰三个月都未人同我去 picnic。啊！十二月啲风好大咧，突然冇啲风吹到砰砰声啊，大佬！唔紧要啦，我哋大冷帽一齐去啊，其实几温暖啦，唔系咩？谂起都冻。嗱，啲地方佐敦谷都几好嘅，一大笪草地，成班 friend 坐埋一齐，咁喺度食下嘢都几爽。我有谂过去佐敦谷噶，不过你知啦，其实我就喺嗰头附近翻学嘅，又翻去嗰度我就觉得好闷咯。唔紧要啦，我喺九龙塘我翻学咁多年啦，嗱，今年系踏入第八年啦。你人生系离不开九龙呢个地方嘅，应该系。咁我哋成 break 系咪应该冲出九龙啊？系冲出九龙咯，可以去新界， okay, 去港岛啦，或者翻大陆咯都得嘅。有咩玩啊？大陆有你翻大陆会做咩先？系咯，有咩做先？翻大陆会观察下内地嘅风土人情啦。咁话晒中国几千年嚟嘅嗰种丰富嘅文化，都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啦。绝对唔系你哋而家谂紧嘅嘢。学术讨论啊，简直学术讨论啊！我谂紧咩嘢？我谂紧咩？我都唔知。一睇就知啊！你哋呢个样。俾我咧，成 break 就唔去咁远啦。成 break 梗系近近地喺翻香港就算啦，去下。看看日出日落咯，不过可能都真的很冻，咩都好冻，好热，咩都好冻，我不如留喺屋企瞓觉啦。都啱喎。成 break 嘅第一个阶段系咪要瞓觉？系啊，其实成 break 都有分阶段性啦。虽然好学术，都可以讲下。第一个阶段咧就是疯狂瞓觉，因为考试咧就系点讲咧，即系太长啦，大家晚晚都通顶咁样。
咁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想玩啦，就开始日日都喺度玩啦，又唔瞓啦，日日通顶啊，就唔系温书就系转咗玩啦。咁最后阶段系咩咧？就系发觉啲时间用得太多啦，开始有啲嘢都系要做，譬如你想装要揼 ear plan 啊，各类各样嘢啊，咁啊大镬啦，唉、哎、真系。一切也太迟了，然后太迟了。算啦，我就系穷到连搭车都冇钱啦，又唔够时间翻工。我八达通得5蚊，劲 sad 咯。唔紧要，最中意搭的士啊，最中意同够四个人五个人就可以夹架的士啊。我有钱啦，10蚊内又可以搭去。富二代啊，还好啦，10蚊都俾唔出啦。冇，次次真正八达通20蚊，20蚊咁争。10蚊啦，而家已经系10蚊咁。即系你每次都要去 counter 嗰度争嘅。系、啊。我都冇钱咧，成逼会唔会冇钱嘅？一定要疯狂打。打工啊，咁咪就赚翻啲生活费咁。我都想有工打啊，冇啊，特别 plan 啊，冇时间翻工。你都系讲鞋嚟噶，应该都系咁样。我中意早起身啊，我而家系帮啲讲鞋补习啊，就系。劲 sad 都同讲鞋补习系超辛苦噶咯。好惨啊，所以我而家唔补啲小学一二年班噶啦。呢啲系做保姆啊，其实都系。系啊，我而家补啲大个啲噶啦。大嗰啲咪，冇错咪。我咧就都有补习嘅，但我都有一个好深刻嘅体会，就系补习咧，识补真系唔好补小学生，真系唔补冇小学生，唔系教佢做功课啊，冇错，你氹佢做功课 ，OK， 系帮佢做功课咯，其实同埋好串噶，啲僆仔僆妹而家 ，Sam Brick 唔好折磨自己，真系唔好去补习，仲要唔好补小学生，算啦，唔好折磨自己，唔好翻工，不如补包养，补大学生咯，讲嗰啲嗰啲。帮嗰啲 freshman 啊，就预备下啲 notes， 嗰啲几好啊！嗰啲嗱，你谂下，全个大学嘅 freshman 都好似当神咁拜，系咯？见到你话拖住只手话多谢你啊，救咗我10蚊嘅 GPA 啊，呢啲几好啊，有啲虚荣感啊。唔好咯，我而家要实际啲，我要有钱，我先过到我成 break 噶嘛，系嘛？唔使啦，唔使打工啦，搵啲有钱人求包养，包养，包养我，咁包养埋我啦，顺便，我唔想翻工。唔系，做嗰啲名店嗰啲 LV、Gucci 嗰啲都可能真系有机会，因为我有朋友又系做咧。好，我成日俾啲有钱婆嗰啲抽下水啊，跟住氹下佢开心啊，即系一百蚊落去个袋度嗰啲啊。咁又未去到湿底裤嗰啲嘅，还好嘅，即系又系讲多句几句嘢咁样又 OK 嘅。有冇咧介绍我做下？试试，好啊，几深啊呢个人。喂 ，H&M 大减价，买埋呢间先啦，好平啊 ！Window shopping 算半价啊，做紧半价，快啲去买啦！俾我去埋先，上埋先。系先生小姐阻咗你哋啊！一睇你样知你大学生啦，系咪先？系咪想 break 紧？系啦，喂，有平机票介绍翻，而家去台北五嚿水咋，去巴黎2000蚊咋？巴黎定巴黎啊？巴黎同巴黎都有，你着数啦。喂，去啦，2000蚊就要去塞纳河啦，行海旋门啦，去好多好多地方啊！喂，去啦，买啦，冇介绍错。点啊？系咪有条方先啊？有冇兴趣？有身份证你，俾身份证你啊 ！B B， 走啦，走。系咪有平机票买啊？不如介绍翻俾我啊！讲紧成 break 啦，如果咧俾你哋唔理任何嘅价钱啦、时间啦，去一个地方，你哋想去边咧？哇、哦，好多地方都想去喎、啊！最紧要冲出亚洲，我未试过冲出亚洲。哦，我都想冲出亚洲，去边度都得啦，系啊，欧游都得啦，去北极扎营都得啦，北极扎营啊，睇北极光，睇企鹅咯。我想去德国啊，企鹅系南极嗰个。诶，唔系好重要啊呢啲。北极熊都得嘅，我想去德国啊！我想去睇嗰个集中营嗰个博物馆啊！好沉重呢个话题，系啊，我真系喊咗。我呢啲读咗咁多年历史嘅 J J， 好想去，想去。我呢啲全你少读读啊，梗系去日本啊，欣赏下啲。嗰啲短到冇得再短嘅學生中學生嘅制服啊，係咪你諗多咗咋？中學生嘅制服真係有唔同噶，香港嗰啲咧係要過膝噶嘛，你冇俾人鬧過嘅咩？要及膝噶嘛，嗰度係唔俾過膝嘅，係唔俾過膝㗎，同埋要咁啱係咯，攞翻個中間位㗎。
中間位，即係路同埋路之間嗰個針座之間係有一個距離。俾我就唔去日本啦，俾我咧就去邊好咧？我太多地方都想去啦，去意大利啊，好正喎！你唔覺得嗰度個感覺好好嘅咩？同埋你唔覺得啲意大利人好靚仔嘅咩？文青啊，意大利人嚇、啊，文青啊，都幾文青嘅。點解用文青形容意大利人？我第一次聽咯、啊。嚇、啊，意大利人平時講唔會好似我哋咁樣用口語講嘢噶嘛？用手語，佢哋係要佢哋要吟詩作對咁樣溝通噶嘛？你唔知嘅咩？就係飲啤酒啫，係嘛？咩個德國人啊？飲啤酒唔係咩？意大利，意大利呢個意大利都有都中意飲噶。喂，咁我其實我幾認同，我想去歐洲嗰啲地方，尤其是聖彼得，你呢個第一個聖彼得係聖誕節咧，係好靚嘅，即係外國嘅聖誕氣氛同香港係極之唔同嘅。咁所以購物節咯，係啊，冇錯，購物節啊，完全係購物節啦。外國嗰啲人哋係真係 family gathering 嚟噶嘛，係有火雞食，係啊，佢哋係喺郊外斬棵樹翻屋企做聖誕樹，喺香港斬樹點啊？冇呢啲嘢發生啦，香港真係都唔係嘅。你去嗰啲大時大節，去嗰啲商場啊，去嗰啲酒吧嗰啲坐一坐，都見下有好多外國人喺度，一個氣氛都會好好多啊。其實見過世面啊，松仔，我咦，有啲故仔分享喎、啊，喺蘭桂坊遇過啲咩事咧？我喺蘭桂坊冇啊，經過我都是聽翻嚟嘅呢啲，我實係聽翻嚟嘅。哇，其實成筆咧，好似成個月時間咁，我諗最後應該都眨眼就過。好快啦，勁短其實。唉，應該都咩都冇做過。又要高烏，又要 picnic， 又要去食嘢啊，影相啊，求包養喺求包養啦，跟住又要去旅行，做得幾多樣嘢啊？好快就過噶啦，點算啊？算了，我們都沒有浪費時間了。喂，真的行不行？對，去看戲。對，好啊，好多戲沒看。我每天都要報劇，我覺得我每天都要報劇。每天報劇，神經病，看戲吧。看戲，都好，有質素一點。你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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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夠了。Merry Christmas! See you later! Merry Christmas!难道继续困世阴湿小气道？我有一路清楚走，我有幅图，行或素来任你讲卡都好做。走去一个冇压力嘅地方，尽情释放，唔使理人哋眼光。黑色、白色，唔使睇人面色，而是空间拥有无穷面积，日出日落，星空降落。一幕又一幕，凝望生命都要重现，边一幕最值得会未快乐？世世代代一个一个部落起落，必要着落，望能覆地，地球人已经忘记幸福。起未太空旅程，一步内由呢度去到嗰度，两道光线引导，启动星际航道，随意门里边度就边度，引领天路走路。I'm sorry.